今天我们要一起做煎饼。今天我们需要面粉、牛奶和一粒蛋。先我们倒面粉，我们现在倒牛奶酱。放在桌子上，要不然不会来吗？倒进面粉里，我们打一粒蛋，搅拌。现在我们搅拌全部的面粉、鸡蛋和牛奶，全部在一起。现在我们要开锅了，放油。才能放面粉进锅里。How much？ 一点点，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Go up！ 现在我们倒进面粉。Oh no！ 哎！炒出来是蛋。耶 ，We made eggs。哇，好吃的。煎饼真好吃，我以后还会再做煎饼来吃。